会成为遇到这个新总裁。现在夏建华变成这个样子，还有谁知道当年的真相呢？看来得快点找到照片上那个人了。我看到你睁眼了，老大。你也没事啊？我睡不着。老大，你别想那么多。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你最亲近的人，你明明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应该会再杀了他们。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，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然后慢慢抓住他的弱点，把我受到的痛苦十倍还给。没想到你还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对了，老大，你的这个项链挺特别的。 这个项链是我爸和他的朋友一起设计的，但那个朋友去世了。去世的朋友？嗯。陆伯伯是我爸最好的朋友。他去世之后，我爸一直不让任何人动他工位上的东西。后来公司搬迁之后，我爸也一直保留着原本他们一起创业的那间办公室。 每年忌日的时候啊，他都会去那儿待上一整天。夏建华可能跟我爸的死没有关系。那那位陆伯伯是怎么去世的？听说是心理压力太大，一时想不开了。我还听我爸说，公司在创业的时候特别艰辛，有好几次都差点破产。 我爸那么乐观坚韧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想不开呢？来，想什么呢？没事儿的，老大，你一定要坚强起来。你还有我呢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是，没想到你这个小绵羊打架起来还有两下走。那当然了。 我可是有腹肌的，腹肌？不信你看看，看看就看看啊！哎，拿起来！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怎么是不是画的啊？开玩笑的，哎，耍流氓啊！喂，师兄。 忘了太多的情节，忘了在那个夏天。